沙脆饼的做法是高筋面粉、盐、细砂糖、干酵母、水混合拌匀成面团，面团用湿布覆盖静置松弛40分钟，松弛好的面团分割成100克小块，再滚成圆球状，将面团擀成薄片状，将薄片面团发酵5至10分钟，放入烤箱以上下火220度烘烤6至10分钟即完成脆饼。将酸黄瓜、辣椒、奇异果、番茄切小丁、香菜切碎后混合，加入柠檬汁、糖、盐、黑胡椒粉、橄榄油调味，放置冰箱冰镇，使其入味即完成沙沙酱。食用时将两者搭配，风味更佳。